佢又系跑千四米，又系第五班。其实第五班都应该计埋啲骑师啲表演嗰度嘅，即系吓。如果你唔计佢，咪即系话跑低班马唔需要练马师俾咩心机，咁啊唔啱嘅。二号仔叫江南胜，二号仔隔晚大热门嚟嘅。三号咧就系、是、魅力一心，呢只马上次成绩好嘅，上次跑第一。上次入位置嘅咧就系三四六十三，即系有钱收嘅。呢只马上次第一，前次第八，上次系五倍。而家骑师系何铭年，上次又系何铭年。入直路时落后三个半马位，冲刺强劲，一个马位之领先胜出，咁啊，即系后上有劲咁样啦。五号仔咧就叫海船七福，海船七福咧连续几次都好后嘅，14名啊，第九名啊咁样。上次报名骑佢跑第尾嘅，今次霍王星13档，五号仔都系冷门嚟嘅呢只。发出呼吸升级，会厌持续被覆盖咁样啊，即系喘鸣啦，系咪？唞唔到气啊，即系海船七福，健康有啲问题。六号亚洲力量，亚洲力量上次跑第一嘅，12倍上次跑第一嘅，上次系跑泥地1650，今次系跑千四草地。千四草地有咩好成绩啊？最近都冇跑马地草地1650，试过跑第11名。亚洲力量17倍，好似泥地好啲嘅呢只马。亚洲力量而家一档档位就靓啦，艾少礼，艾少礼试过跑佢跑第一嘅系5月29号，一个几月之前。七号仔就悠游侠，悠游侠咧就系连续几次都好后，七号仔。但系咧11月5号，即系几个月之前咧就试过33倍入 Q 嘅，当时系沙田千四就系本路程入个位置嘅呢只马，七号仔曾经入位置1470，不过好耐以前啦，即系11月啦，即系九号。叫做赢科超影，赢科超影上次第五，当普新15倍跑第五嘅，今次12倍。上次咧未能望空，直至吹近最后100米，冲刺梁街。上次几多档啊？上次2档未能望空，今次9档可能望空到喎。九号系咪啊？上次明显系走内跌，未能望空，即系。骑个2档俾人冚住咁解，睇佢今次又点啦？上次输唔远喎，跑第五，10号叫起步维嘉，连续两次第七。上次咧就6倍跑第七嘅董明朗，走第三碟走势一般，吹策之下略为上前，咁今次又咁热门嘅，几多飞喎呢只马？董明朗今次10档，11号天时名区，天时名区5月8号试过跑第一嘅，跑1650跑马地，千四米最近都唔跑嘅，冇跑过嘅。11号仔上仗系5月29号跑第十，当时系跑泥地1650，上次系14倍，今次12倍。近期最好咧就係天池名區咧，就係5月8号跑第一嘅，之後輸好遠啦。之後天池名區潘頓都冇騎過佢，今日先至騎。14号黃龍帝國嗰只黃龍，第一場嗰只七號仔就跑第四。新馬初出，隔晚大熱好多飛，即係都積極嘅。不過人哋好過佢咁解啫。14号黃龍帝國，上次湯普新第5名，而家咧就係換俾田泰安，
上次咧就系、是、跑过250米，略为转弱。13号咧就系、是、可爱新星梁家俊，上次跑第三嘅，而家10倍，上次14倍，即系上次前三嘅呢啲马。我要2号、4号，即系我要呢个巴道江南胜。4号曾经入位置，班德礼原班人马，睇下开咗电算机之后点搞？潘顿只马即系攞咗嚟骑嘅喎，潘顿只马积极就得噶啦，真系。潘顿。第三场潘顿只马叫天时名驹11号，隔晚12倍，而家隔晚22倍喎，而家12倍喎，潘顿只马跌咗好多。Michael 要2号、1号，我要2号、4号，4号上将入上将前三，2号隔晚大热降班添。呢只2号黄色衫江南胜，10号咧就系、是、董明朗。董明朗只马上次跑得好后噶，跑第7噶喎，今次又唔见冷咗去边喎。8号咧就是、有形有福杨明伦，杨明伦第一场几好啊？第一场啊，上将第5啊，呢场有形有福啊，上将12，上将咧呢度有两只马咧就唔输得远嘅，一只叫做盈科超影，上次跑第5嘅，另外一只就14号黄龙帝国，就是、跑第5嘅就系、是、本路程曾经边线第4名嘅咧就系、是、9号。虽然要4号、10号，唔要2号添，要班德礼。同埋呢个10号仔系起步为家，董明朗系啦，董明朗只马上次跑第7，今次又唔见冷门，仍然有7倍。佢要4号、10号，我要2号、4号。12号上蒲精选啊！呢只12号好后啊！呢啲啊，即系上次第8前至10几咁样。12号仔而家38倍，4号个位置似样喎，19蚊。2号仔咧就个位置比较冷落啲，应该会落飞我估。6次成绩好，最近几次成绩好系边几只？11号啊，天池名驹最近3次，虽然上次是10几，但是最前2次是一个第1，一个第3，潘顿的隔晚19倍，现场是12倍。14号仔呢只马叫做黄龙帝国，上次呢就是由10几名进步到第5名嘅。14号，咁啊，今次呢就是田泰安骑。8档跑1400米，3号影子呢只魅力一心，上次跑第1嘅，上次跑第1得两只马，一只叫魅力一心，一只叫亚洲力量，呢两只啦，即系3号同埋6号，3号、6号咧就系、是、上次跑第1嘅，黄子康要10号起步为家，即系要只董明朗，应该冷啲唔冷嗰啲啊，即系。董明朗10号，但10号着又唔系上将前三，又冇曾胜，曾经入过位置啫，可能真系只4号似样吓，4号嗰啲位置够劲啊！我要2号、4号，而家1号位置6格，
三场的赛事继续都是跑五班的千四啦。最后阶段呢，一对马的票数最劲啦。一号的烈火骏马，十号的希布维加，一对马呢都分别落到嚟六十零蚊啦。好，入闸先嚟见到香飘万里、希布维加。香飘万里都犀利喎，都系五点九啊。好啦，另外灰马啦，上步精选，可爱新星搞掂，跟住系海船七福，就有型有福，双支赢马嘅亚洲力量喎，呢只马都几冷落嘅。另一只灰马黄龙帝国顺利，大热门江南城一路临尾咧得翻五点五倍咋。好啦，魅力一心亦都搞掂，天时明区入埋，剩翻两只，交俾集前。又入后，又游合就黄三，红三外边烈火骏马，揿埋呢一对马，大热门暂时系二，起飞嘅马有一同埋十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三场赛事嚟到五班千四，大热暂时仲系转咗一。准备好，嚟日起步大家都平排约出啦。前面快黄龙帝国有型有福天时名区啊，第四位就香飘万里啊，第五位黄三黄毛咧外边系悠游侠啊，内栏第六粉龙毛就亚洲力量，第七位就系呢只江南城嚟噶。咁啊，后边嗰几匹马啦，有可爱新星橙三尾六到啦，就起步为家。外边灰马红心就上蒲精选啊，后边四只赢科超影、烈火骏马暂时尾三，红三红毛嘅海船七福就尾二啦，暂时电流个马匹系魅力一心嚟噶。好啦，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方头嘅马系有型有福啊，黄龙帝国就第二位，亚洲力量第三啊，天时明居系第四位啦，第五位紫色帽咧就香飘万里啊，内栏第六江南城啊，后边嘅马啦有可爱新星红色头罩一只就好抢口啊，响佢出边悠游侠啊，内栏蓝衫大约尾五尾六到啦，仲系赢科超影啊，后啲嘅马尾五橙心中档起步为家，顶出去外边追上蒲精选，最出咧仲有只魅力一心啊，烈火骏马暂时包尾啊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。前面呢黄龙帝国中间斗紧埋边有型有福嘅时候，天时明区率先上嚟啊，外边追江南城俾落去有啊，再见到外边位置仲有一只可爱新星香飘万里，最后二百米到啦，江南城就已经透出啦，埋边天时明区第二位进占第三位，外边香飘万里接近终点，江南城赢啊，跑第二名呢埋边有啲只巴道就赢后上啊。赢一个几码位，四号仔真系唔争气啊！跑第三，四号仔啊 ，Jenny 拣嘅，佢嘅位置啊好热嘅，位置红格嘅佢。十一号仔就叫天时明区啊嘛，系咪啊？天时明区上次跑十几名啊，前次第一，再前次第三咁样嘅，就变咗巴道潘顿，先至轮到啊班德礼。咁啊呢场啊开大热门啦，系咪？十一号近期前次都好啊嘛，开闸嘅时候，天时明区已经喺呢度啦，潘顿已经喺呢度啦，即系黄龙帝国有前速。走在前面，黄龙帝国上次跑第五嘅，前次有十几名。咁而家呢个红色帽仔有型有福，冷门嚟嘅呢只有型有福呢、这个杨明伦跑喺前面，隔晚廿几倍嘅。咁啊，阿巴道只马咧赢得嘅，然之后就喺呢度啊，喺一二三四五六第六位。啊，都几难跑嘅呢、这个位啊，都好多马喺前面挡住。咁就只四号香飘万里就係喺呢个巴道之前嘅，啊 ,hat 住阿巴道嘅，一隻跑外面，一隻跑前面，一隻跑里面。阿巴道就马喺呢度，头壳顶有粒白星嘅啫，都几易认嘅，一掉掉咗出嚟嘅啫，掉咗只香飘万里出嚟，咁就搵到条路直冲，后劲明显好过呢几隻马嘅。一步一步上咁样跑，越跑越
越赢越远啊，即系佢系降班嚟跑噶嘛，落班嚟跑噶嘛。啊，十一号呢个叫做咩？天池名区嘅潘顿跑第二，四号班德礼香飘万里跑第三。跑里面那隻着数啲喎，金铺一个喺外边，一个喺里边。巴度啊，好少人嚟啫，啲亲友都唔觉嘅。夹硬大热门喎呢啲啊，即系唔系，但系现场冇乜人拣佢噶。跑到第三场，夹硬大热门赢出啦。三号马叫魅力一心，唔系二号仔叫江南胜 ，sorry 啊，五倍哦，隔晚就热啲噶喎，而家五倍，一四都有，一四二四有65蚊位置 Q 就中唔到啦。